唔少腌厨新手腌肉嘅时候都唔知落咩调味料，今次我哋做个大比拼，睇下边款腌肉腌得快靓正。第一回合兜快，蚝油已经有晒糖、盐同三分三个元素，腌肉一支搞掂。另一面咧就要准备份量同比例，加上蚝油质地幼滑，可以均匀咁样包住鸡翼嘅表面，腌10分钟就入晒味。相反，一般调味料要腌成半个钟。 第二回合豆靓，蚝油色泽圆润富有光泽，仲可以挂汁。另一面送菜色泽暗淡。第三回合豆正，蚝油汁齐咸甜鲜厚于一身，比单调嘅盐糖更胜一筹，可以轻松劈走冻肉雪味。另一面要用粗盐初鸡翼再冲水先得。总结大比拼结果，你感嘅蚝油腌肉一支到味，一句讲晒快靓正。下次腌肉大家识拣啦。